文章李相平文章胡一波严文森周恩来邓兵武蔡福丁姚硕斯陈嘉珍卢万恒陈志欢吴纳虎李彩黎蔡昌刘戈平马英九陈文唐森林辉马济南胡木友张万一冷小平高成明张振娥郑亚平郑少芬司徒麦场李世秋黄一鹏蔡锦刚李振春文春明张子珍胡淑妮李哲成李江达张伯尊陈平张西游陈明池马炳山张纳新刘亚子张东森南兰喂喂喂收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最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请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以此转移最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人力接受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三本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主席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人民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委任命请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为人民解放军政府呢陈正日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华为委长卢文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司检察长请财政他们赞助促进国防政府机关执行国防政府工作赞助专利向国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
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中华政府，人本福利是互相尊重民族之权，奉上为则的人数为则政府，本政府尊为日子你的外交关系，排除纷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1949年4月1日